哎、真系唔知道有时成日都系疏疏地，我唔知佢乜鬼事啦吓。咁 大家好啊，咁啊，欢迎嚟到版主嘅新台嘅 live 吓、啊。咁就而家同大家嚟一个2023年嘅最受关注专利巴士路线嘅一个速报啦。咁就我哋而家咧就去到夜晚嘅8:17咧。咁我哋一共有211票嘅，咁啊多谢大家啦吓，都已经好接近往年嘅成绩啦，好多谢大家啦吓。咁啊，根据头先 IG 嘅投票咧，咁就版主将会搭 UX 再转102或者112嘅吓，咁就仲有两分钟有 UX 啊，咁啊差唔多啦。见住架694都同佢 say goodbye 啦吓，因为票数唔够，拜拜啦吓，冇你份吓，对唔住啊。啊，咁有架694都冇你份啦吓，咁就我哋继续啦，我哋开始啦，好嘛？咁我哋快手啲先，咁我哋就先速报下先，咁就。最受关注十大路线嘅，咁我哋亦都有啊，今次有十条路线啦，真係啊，十条路线啦。咁呢十条路线系最高票数嘅十条路线，咁包括边十条路线呢？咁就排名不分先后啊。咁我哋就有城巴嘅 B7 号，咁就係由香园围口岸往来上水宝运路。咁有九巴嘅94号，咁由青富苑开往系将军澳业村。有城巴嘅 20A 由启德邮轮码头往来嘅系西九龙站。有城巴嘅 B8 号系由大围站往来香园围口岸。有聯營過海路線 690S 係由呢個叫做蝦口往來中環嘉義廣場，有龍運嘅 A41 號係由御翠苑往來機場，有九巴嘅 B1 號係由呢個叫做落馬洲站往來天池村，有城巴嘅526號 A 由皇后山村往來屯門青田村，有聯營過海路線948號係由由銅鑼灣天后往來嘅長安村啊，青衣長安村，以及最後一條路線係79K， 係由打鼓嶺松園下往來上水嘅。恭喜曬呢十條路線，有一條路線係 out 咗嘅，就係龍運嘅 A30 號由梨木樹往來機場係 out 咗嘅。好，咁我哋嘅最佳進步路線咯，最佳進步專利巴士路線有五條路線，仍然都係呢五條路線嚟嘅。咁就係分別排名不分先後，係有城巴嘅 B3X 由屯門市中心往來深圳灣口岸啦。由城巴嘅 A12 号系小西湾南湾半岛往来机场啦，由城巴嘅 A29 号啦，咁就系宝林村往来嘅系机场啦，有九巴嘅 B1 号啦，由天池村往来落马洲站啦，以及最后一条就系九巴79K 啦，由打鼓岭松园下往来嘅系上水啦，恭喜晒呢五条路线吓。咁我哋第三个就系最大退步路线啦，最大退步专利巴士路线咧，我哋亦都有。今次有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有六条路线喎，恭喜晒呢六条路线啦，因为有路线系得票系一样嘅。咁恭喜晒呢六条，唔系六条，系五条就 ，sorry 啊，唔系对唔住更新，系五条啫，系得五条啫吓。咁啊，咁呢五条路线系边五条咧？咁我哋有过海路线104号啦，由坚尼地城西陵街往返嘅系白田村啦。咁有过海路线171号啦，咁就系由海怡半岛往来嘅系荔枝角啦。有九巴嘅89B 啦，系由牛头角往来嘅系沙田围啦。咁有嘅系城巴18号啦，咁就系由坚尼地城碧路乍湾往来嘅系北角健康中街啦。以及最后一条，恭喜翻又入翻嚟啊！就系九巴嘅18号。九巴18号系由长沙湾海达村往爱民嘅循环线嚟嘅。恭喜晒呢五条路线 out 咗嘅路线系城巴嘅793号同埋九巴嘅900号啊。咁城巴793号就系由中国工业村往来嘅苏屋啦，以及九八号，九八号就系由白石角往来嘅系湾仔会展嘅。好，咁啊等，等我搭咗架 UX 先啊。好啦，咁啊搭咗架 UX 啊，咁就上 UX 啦吓，咁啊8:嘅分开始啊，我哋8:31系嘛，8:31睇我几点可以翻到屋企啊。好，咁我哋继续啦，我哋继续报数先吓，我哋都要急口令式咁样报数吓。咁我哋嚟咯，咁我哋就系下一个就系最佳新开办路线吓，最佳新开办路线，咁我哋亦都有五条嘅候选者嘅吓，有五条候选者，哇！我就嚟行到就嚟咖啡杯都企不稳吓。好，咁嚟啦，咁我哋就呢个系最佳新开办路线啦，最佳新开办路线，我搭嘅呢架系5724嚟嘅。好，咁我哋咧就有五条路线啦，咁我哋都读一读喎。咁就系城巴嘅 B7 号啦，咁就系由香园围口岸往来嘅系上水宝运路啦。咁有城巴 B8 号啦，咁就系香园围口岸往来嘅系大围站啦。
咁有過海路線嘅聯營過海路線690S 啦，就係由坑口往來嘅係中華街廣場啦。咁有龍運嘅 A30號啦，咁就係由鳳凰船往來機場啦，以及最後一條就係城巴790號嘅，咁就係尖沙咀摩地道。尖東摩地道往來的是清水灣半島，恭喜曬呢五條路線 ，OK？ 咁啊，俾大家睇下景啦，唔好睇我個樣咁衰啦。好，咁我哋就唔知我唱完票之後咧，係咪可以落車咧嚇？好，咁我哋嚟咯喎，咁就最後啦，咁就係最亂啦。咁啊，最劣啦，最惡劣嘅最劣啦。咁我哋最惡劣嘅新開發巴士路線啦。咁我哋有呢五條路線嘅。咁我哋都恭喜曬呢五條路線啦。咁就恭喜曬呢五條路線。咁第一條就係排名不分先後嘅，就有城巴795號啦，由長沙灣海達村往來嘅係將軍澳古業村。咁有949號啦，將軍澳古業村往來嘅係政府院。咁亦都有W4號啦 ，W4號係由高鐵西九龍站往來嘅係往西九龍文化區係循環線啦。咁有魚巴嘅 X11R 啦，咁就係東涌世茂喜來登酒店往來嘅大澳啦，以及最後一條路線就係城巴嘅694S， 就係小西灣村往來條地鐵站嘅。恭喜曬呢五條路線啊！咁亦都係8:17點票，喺我哋8:17點票嘅時候咧，仍然都係最高嗰五條路線嚟嘅。咁啊，好恭喜大家！哇，我哇好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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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乜鬼咁震？哇，咁震嘅呢架車！永興街道。我唔知幾多分鐘可以翻到屋企啊！咁啊，頭先8:31，8:31仲我上車嘅，睇下我幾多分鐘可以翻到深水埗嚇。即係我唔想搭嗰架102，102太辛苦啦，真係102太辛苦啦，真係102簡直真係落地獄咁滯，真係翻即係咧喺西灣河咧，次次翻深水埗咧都係落地獄咁滯，搭到又鬼死咁耐。有咩意見可以俾 UX？ 對 UX 都行得叫幾快啦，係咪啊？我俾意見俾102就得，俾102麻煩佢太安流直上啦，好冇？我記得9點有首播喎，今晚9點首播就會 cut 機㗎啊！哇！真係非常之快，非常之快脆。我唔知坐，我都唔知搭咗幾多分鐘呢架車。哇！唔好玩啦，深水埗落地底搭到去北角已經極限，跟住仲要搭多幾個站落西灣河玩嘢啊！哇！夠曬快手，夠曬快脆呢個方法。哇 ，very good！ 哇，我都滑雪，好似我搭咗五分鐘車啫喎，係咪？我搭咗五分鐘車嘅啫喎，應該係咪？睇下先，係咯，五分鐘車啱啱好 ，yes，very good！ 唔該曬司機，係非常之好，五分鐘幾靚，非常之靚，五分鐘就可以衝到過嚟，衝到過嚟轉車。我見佢而家都12分鐘一班車啦，
12分钟一班车。啲快线又减班啦，啲快线又减班啦，咁啲慢线又减班，快线又减班，咁得意啊！阿思贤点样过马路啊？嗰度啱啦，嗰度就有个站啦。唉，够晒靓仔啊！呢啲车真系。啊，点样过马路先？啊，点样过马路噶？啊，冇噶。点样过啊？点解我可以过到去清风街嗰边啊？哇，咁危险噶！啊，咁危险噶！哇，咁危险噶！哦，原来就系去到个地最后个站噶咋？诶，撞鬼咯！咁真系要行到落去下边个灯位先有得搭。咁撞鬼噶呢度？冇噶咯，因为要 X 下个站就已经图书馆啦，已经。我就记得清风街有102112啊嘛。哇，巴到12分钟啦，我头先见住佢嘅12分钟101架 EOX， 啱啱好计准晒啲时间，计埋你哋投票啲时间，计准晒你啲投票啲时间，啱啱好最后都系 EOX 加乜咁就赢咗。OK， 咁就 EOX 再转啦。唔啦，叫两飞唔好，唔叫架1121，但架112又系疏甩大困，咁你咪玩死我。一架一二系疏甩大困，不过行得有啲远咯，我又唔系好想行得咁远啦，想谂住咧，即系嗰啲叫做地接式咁只咧，地接式咁样嗰只搭车，我觉得就最中意嘅。我最中意地接式嗰只搭车嘅，即系咧嗰啲无缝接车啊，无缝转车，我觉得最好嘅。不过一二我又嫌一二咧，又要兜个鹅颈咧，鹅颈好鬼死多人上。鹅颈系出名多人上同埋搞，睇下先，绿灯未啊？系绿灯咯，搭乜鬼914啊？914游巴河咩？而家翻屋企啊，仲同你游，同你喺度 happy 游，咪？而家系咪啊？我觉得都好客嘅，但系差咗咯，我觉得啲待遇差咗咯，我觉得待遇差咗咯，啲 UX。UX 系真系线王嚟喎，真系，但系差咗咯，我觉得呢啲系阿辛巴当年一手养大噶嘛，呢啲路线，阿辛巴当年地铁有竞争下，都走去同砌，都整条线嚟砌地铁嘅时候，我觉得呢啲又真系待遇咯，呢啲待遇嘅问题咯。交得贵少少，可能就会有心机做呢。哇 ,106 拖卡，使乜拖咁，使乜拖话，淨係佢因为行车太慢咋。106都要拖卡，咁我计102拖唔拖先。咁又一架又嚟第二架，係啦，嗱呢度 ,ok。哇 ,102 拖卡使，唔係 ,106 拖卡使唔使呀？大家证明咗呢啲车呢衰咩呢，衰呢就啲行车路线长。行车路线长多灯位咧，就容易拖卡噶啦。106咧，整谷种嚟呢啲，啲谷种车嚟呢啲。啊嚟啊嚟嚟嚟102，唉，非常好，完美地交接。哇，真系板主真系板主真系，次次等车都唔使等好耐，次次等车都系企两三分钟就已经架车冲喺我面前啦，已经。唉，太好啦，102又啊，啊102。啊，咁梗系啦，梗系搭102112啦，唔通同你搭914咩？啊，城巴嚟架城巴，是但啦，系是但啦，系九巴月票我都用咗几次啦，今日都是但啦，够皮啦。聽日四號，佢四號捱得住，食得到咁多客先啦嚇。哎，好啦，有，哎，非常好，102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
唉，真系好到不得了，唔该晒，唉，太好啦，哇，掂晒，唉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哎呀 ，very good 啊，我可以上嚟啦。哦，诶诶诶，坐坐边铺咧？诶，坐到坐到坐到坐最尾啊！诶，好啦，坐最尾。哇哇哇！你唔好行得咁快先啦，大佬。好啦，坐呢度啦，是但啦。都唔系嘅，都唔系全日游可嘅。我都有嘢要执，又要整，系咪？9点钟咧就会交流喎。我唔记得咗系啲咩内容。我唔记得咗港岛篇系啲咩内容。话争啲港岛线有啲路线未执啊嘛，咁佢执埋佢咯。应该系冇 X 系要削减服务啊嘛，冇 X 削减服务我冇乜问题嘅，削啦削啦削啦，冇 X 系唔系好掂噶啦，削啦削啦削啦吓。啊，坐铁甲喎，8279。乜平时唔系成日都有铁甲嘅咩？我记得102都时不时都有铁甲嘅喎。好，等先，摆好晒啲嘢先，费事啊，周街又揈下咁样啲嘢。等先啦，等放好晒啲嘢先啊，稍安无躁 ，yes， 搞掂。哇，好掟，好掟，好掟。哦，系啊，九条走线都拆咁傻。哦。所以我南區，我唔係好熟南區啲交通。南區嗰啲交通咧，成日都又唔知幾多點有嗰度走線，跟住又個唔知幾多點有嗰個走線，真係好鬼繁複。跟住仲有咩啊？五號 X 唔學下112咁樣轉上鵝頸橋。咁你問下城巴啦。我覺得冇乜所謂，其實做銅鑼環跟住直出，我覺得冇乜所謂。我覺得點都好啦，我覺得冇 X 係做銅鑼環直出，我覺得冇乜問題嘅呢件事。唔係話五號 X 同七號又話唔諗住夾七號 X 嘅咩？又幾時又都唔使有咩啟發啦，冇啟發啦，因為都唔會搞嘛。都唔會搞啦。而家搭咗15分鐘車，太好啦！15分鐘車你又幾好，即係簡直一流啊！呢段時間，咁再諗就唔搞㗎啦，搞乜鬼呀、啊、佢再諗就有排修订㗎啦，你收收下就唔会收㗎啦。你睇下佢搞唔搞先算啦。冇 X 改量繁。改量繁。冇 X 改量繁咁点7号拼5号 X 呢？
咁你问下个逻辑啦，系咪？咁系咪7号都改两饭啦？系咪？定系点咧？我真系唔知道。整个两饭出嚟。即是你说7号和5号拼变7号 X， 即再开特别班，之后早两个饭特别班，我都觉得讲得通的。但他又不是，他就这样讲说两饭 ,5 号 X 变两饭。哎、好啦，嚟到铜锣湾啦，景隆街啦，唉，上完个景隆街就出九龙啦，唉，太好啦，唔使牛嗰个乜嘅鹅颈桥，牛嗰啲咩 Sogo 鹅颈桥咧，硬系耐鬼死嘅啦，鬼死咁耐。咁我覺得似都係9-6-7啩，即係950啊，即係950啊。哇，好难得喎、啊！哇，好难得唔塞车系啊！102用呢条路喎、啊，之前成日都用湾北噶嘛，阿新鸿基噶嘛，啊用呢个啊咁难得啊，直接入喎、啊，真系难得喎、啊，真系够晒空虚啊！真系香港真系，香港礼拜六礼拜日夜晚真系够晒空虚。啊！搭咗咁多年，都好少可用呢条咁直接就出啦。咁啊，入洪水啦！唉，实在太好，时间太美妙啦，真系证明咗二号 X 转102呢个选择系唔错嘅呢个选择。我好多人去咗北上，真係不得了，又北上啦，北上 baby 啦又。啊，40和 40M 唔係合拼嘅啦咩？唔係就嚟同合拼冇乜分別嘅啦咩？700唔係講咗成年啦，已經。
唉，搭咗21分钟，几好几好。诶，几好几好，出红水啦！红隧最少人坐的路线109、103、109、113，夹埋115得唔得？115都几少人坐啊，除咗繁忙时间之外。仲有嗰啲，仲有嗰啲咩117啊，嗰啲都好少人坐嘅喎，117、110都幾少人坐嘅喎。8:53，我答咗21。8:53，我答咗22分钟，几好啊！22分钟。啊，好难得咧，就嚟到呢一度拔水啦吓。过 Poly 就到呢度啦。系啊，我知道咧，知道九点有首播啊嘛，系咪啊？两部手机又唔使啦，其实你落到油麻地，你都知道几多分钟会去到深水埗噶啦。
过百岁啊！咁啊，而家8:27，咁啊搭咗26分鐘，几好啊！咁样转车真系，我觉得真系非常之明智嘅选择。好啦，咁我就呢度就夠鐘啦。時間呢就8:59，即係我搭咗8:59，我真係搭咗28分鐘車，幾好啊！28分鐘車就由泰安流嚟到油麻地，時間真係唔錯，起碼唔使喺度掗嚟掗去，唔使掗嚟掗去咧，呢個時間都 OK， 我真係覺得。下次真係要搭翻呢個方法咧，喺筲箕灣搭翻呢個方法咧，翻深水埗真係非常之好啊！大家呢個好推介，好多謝大家嚇，咁我哋記得睇首播啦，再見啦，拜拜。